吉祥如意，大家好。今天看了好多个风水啊，喜欢风水的啊，我们跟你们今天跟你们分析一下。哎，有些人喜欢风水。好，来跟你们分析一下啊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呢风水啊，很多人觉得风水，我们说的哈，就是。我们说的是叫风水啊，风水什么？风水三要啊，风水三要，什么叫风水三要？风水三要哈，不是每个地方你都要用到风水三要啊，有一些他们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风水三要法啊，但是千万千万记住，风水三要啊，不能够。因为风水三要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格局，你不能够就这么样的去执着于这个三要法啊，你不能够硬绷绷的一直很执着那个三要啊，这个跟大家稍稍的说一下。那么所谓的三要是什么呢？哎，三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三是代表什么意思啊？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啊，叫门相啊，大门啊。第二个哎，就是我们的主床啊，主床头啊，主床头。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灶啊，我们的灶。这个三要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！但是很多人呢，就被这个山药给害得很惨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当用山药，什么时候是不能用山药的啊！这个，那什么时候可以用山药呢？八字啊，我们要看八字，八字这个男主人、女主人这家人啊，他们的八字最主要的是谁呢？为什么要用到山药呢？好，首先三要，大门啊，大门要取什么？大门要取60啊，60甲子，那么要取60甲子纳音啊，大门是要取这个60甲子的纳音的啊，这个就是大门啊，60甲子纳音。哎，这个60甲子纳音呢，是关注于谁呢？关注于男主。哎，男主，还有呢，还有一个是女主，要关注在这方面啊，男主、女主。那么这个是主床头，主床头是什么呢？就是主人，就是男女主男女的这个双人床，哎，双人床。那么风水三要呢，被随意的乱用。啊，被随意的乱用，什么叫随意的乱用呢？因为他们只在意什么呢？在意大门啊，大门这样子，我就这样子画吧啊，我就这样子画啊，这个一个打一个圆圈啊，打个圆圈，我再打个圆圈，我就这样子画，来，好，很多人对于风水三要，风水三要有一个叫做绝要，风水三要之绝要，很多人用的是绝药法，哎，绝药，什么叫绝药？哎，绝药就是这个叫绝药啊，什么绝？这个绝，啊，这个绝，啊，药还是一样啊，这个药，风水三要之绝药，哎，绝药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画的红色的这个叫做绝药，啊，进步了是吗？是啊，就是那几句啊。好，绝药，什么叫绝药呢？绝药就是啊，比如说大门啊。大门五行为什么呢？哎，为土。哎，大门五行为土啊。那么这个床头呢？床头五行为金啊。床头五行为金，灶炉呢？灶炉五行为水。哦，这样的相生。Very good 啊。这土生金，金生水。哇，very good 哦，very good，very good。这个叫做绝药，知道吗？绝药，这个我没有写啊，我把它写好。
好，这个呢叫坤照啊，坤照就是女主的意思啊，坤照就是女主人的意思。九运的时候呢，大家要记住。所以我在就是在十年前八运呢、啊、的十年前呢、啊，就已经慢慢呢、啊、慢慢的在部署。所以啊，九运呢、啊、为这个九龙运，埋地啊，引龙是非常重要的。啊，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哈，青龙与白虎，啊，很多人不知道那青龙到底是什么，啊，大门啊，来，我们这样子啊，跟大家这样报告一下啊，比如说我们家的大门啊，大门，好，这是我们家的大门，啊，那么这个大门呢，这种门呢，开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这个是内啊，这是内，啊，这是外啊，要把它说清楚，要不然你们就不知道啊。这是内，我再把那个锁头给这样画起来，好，那门呢，当然是这样开啦，对不对？嗯，这样子开，好，这是内嘛，啊，这是外面，这是里面，那么这样子开，啊，这种就叫龙门，啊，这种叫龙门，啊，那当然另外一边呢叫虎门，啊，那它这里的位置呢，就是这里的位置，啊，这边叫龙，啊，龙。那如果是这里的位置呢？哎，这叫虎啊，这叫虎。那么龙专门管的是什么呢？管的是人才啊，管的是人才，管的是智啊，智慧啊，管的是智啊，管的是人才，管的是家人啊，家人。那么虎呢？哎，虎管的就是财了，啊，财运，啊，虎管的是财运，啊，虎管的呢是我们叫做商，商就是做生意，商，哎，管的是财运，管的是商，管的是钱，哎，钱财，哎，管的是这些啊，钱财，所以啊，龙虎啊，其实都一样。龙虎都一样。如果说你要把龙啊，把龙给昂起来的话呢，人丁兴旺啊。但现在这个时间，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，人丁是要兴旺的，但人丁兴旺也要钱呢，所以就有白虎和青龙啊。白虎和青龙必须要平衡，必须要平均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这个很重要，所以财运啊，钱财啊，财运钱财啊，这个如果说你出门了、啊，你就要转，一定要转这个地方，一定要转这个地方。那么这个是主财运的，那么在人方面呢，它比较不能够保住。那么如果你是走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哎，这个是管人才的，管人啊，智慧啊，读书啊这些的啊，就管这个的啊，所以要记住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哎，啊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如果是走直的话，那管什么呢？啊，走直的话，这些都是管人缘，啊，人缘管发展，啊，管我们的人缘，管我们的发展。哎，管我们的动，啊，动就是动力了，动了。所以一个门啊，单单一个门，在九运啊，大家都要学。哎，在这个九运啊，九运，大家都要好好的啊学习，都要好好的学习。所以直，啊，直，因为有动啊，所以啊，动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动者为气也啊，动者为气也。啊，如果动就代表气，这个东西哎会动啊，或者里面啊会动啊，哎，这个是气。我经常都跟大家教大家啊，直，又有遇到了这个煞，我们叫直煞啊，直煞呢是很凶的啊。如果是有弯来弯去的那个是叫做啊曲线的啊，曲线那个属于是极气的。
大家要记住。所以不能说白虎不好，不能说朱雀不好，不能说龙不好，不可以啊。其实它都有管的地方啊，它都有管的地方。但是如果说尖角啊，如果我们这个尖角是从这个地方来，如果尖角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啊，那叫朱雀角啊，也叫做猪脚煞啊，但是不是我们吃的那个猪脚，是朱雀啊，朱雀。有些人叫它雀脚煞啊，随你叫，随你叫。但你要知道这个，就好像啊，退烧药就是退烧药，你把退烧药说来来来，把糖果给吃了，随你，但是你给的药要正确啊。你说把仙丹给吃了也行，随你，但是那个药要正确啊，要知道。所以这个啊，朱雀这个呢，啊，这个它要看情况而定啊。如果有双层的话啊，它有些，因为有些角啊，它是双层的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有些角它是这样，是双层的，叫雀口煞，就朱雀的嘴啊。那么朱雀的这个尖角呢，是它的爪啊，它的爪，那叫朱雀啊，就会影响你的发展啊，就会影响你的发展，就会影响你的人脉啊，人脉发展人缘。啊，那如果是这个龙呢？龙有角，尖角。哎，我们站在这边。哎呦，我看到这个外面有角啊，龙角。所以，什么叫龙角呢？龙角也叫龙爪，龙爪。那是不是不好？也不是说不好，就是说我们要防着这个角，尖角啊，要不然的话呢，考试啊，成绩啊，哎，就不是那么好。也不是那么理想，家人也经常会吵吵闹闹，哎，会有这样的情况。那么如果是虎角呢？哎，这是要这样子，哎，我们叫虎爪，也叫虎爪，但是你就说是虎角就好了。它虎角比较麻烦，因为也有虎牙，啊，虎牙，虎牙呢，就是你在远处哈，你看到一个是这样子的角，啊，它一个屋子哈，比如说它有这样的形状的啊，那叫虎牙。啊，那叫虎牙。那么在影响呢，这尖角会影响到财运啊，会影响生意啊，啊，会影响钱财啊，就是啊，生就是工钱一直啊很慢啊，生得很慢。所以啊，我们说门外哈，不要有这种角会比较好啊。门外有这些角，有些人呢就放一棵树啊，放一个不是树，植物啊，挡住啊这些。哎，也行啦，也行啊，也不是不行。但是大家要记住哈，当这个虎这个地方哈，出现了电梯叫虎口啊，龙这个地方出现电梯呢叫龙门啊，你不能叫虎口啊，不能叫龙口啊，这样给人家笑啊，这个要记住啊。那如果这个电梯在这个地方呢叫直冲了啊，直冲煞啊，那叫直冲啊，我们也叫缺口煞，缺口煞，就是朱雀的那个雀，缺口煞，朱雀啊，朱雀的雀，记住，那这些都是关系到这种问题的。所以啊，我经常都说啊，我们其实也不用管太多啊，不用管太多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愿意花啊一万、两万、十万啊，去把他家装修到美美，但是却不知道装修的再美，看久了也会累嘛，对不对？他也不能带给你什么啊，就是给你暂时的漂亮。朋友来了你家，哇哇哇哇哇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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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多十次的话呢，啊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对不对？来多二十次就不想再说了，是不是？这边呢就是埋地啊，在这个九运啊，九运埋地啊是关键。哎，埋地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埋地，埋地有四大金刚啊，有中心埋地、大门埋地、灶炉埋地和水槽埋地啊，这四大埋地法。好，所以这个呢，就不管你有什么脚，它至少把它的地气啊给化了，啊，把它的地气给化了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啊，很重要的，埋地很重要。刚才我们谈的是风水三要，在风水上哈，不是每个人都看三要，不是每个家都要看三要。
很多人啊，他就是山药打天下，哎，他就是山药打天下，啊，这是很麻烦的，啊，很麻烦的，也是很不好的一点，啊，很不好的一点，就是一个退烧药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哎，就是这样子，啊，所以大家要记住，要记住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啊，再来看一下。那么大多数就是大门啊属土哦，那你的主人房的这个床哎属金哎，然后再看你的灶炉啊，灶炉属水啊，好，这是土生金金的水 ，very good 咯，你这家 very good， 这种方式呢叫做绝药，哎，这种叫风水绝药，这不是最好的啊，这个是很普通的啊，有时候去你们家啊，风水师也有朋友啊，去他朋友的家，哎，来啊。啊，我就帮你看看吧，啊，也不需要你的八字，就这样看，这个是不需要八字的，啊，不需要八字的。那么一旦啊有用到八字呢，就要有什么呢？有六十甲子那阴男女主人，那么这个床头，哎，床头男女双人床啊，床头。那么灶炉呢是属坤灶的，哎，这个不一样了啊，这个不一样了，哎，这个呢？就是我们说的，哎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。如果是用这种的话啊，用这种的话呢，就叫什么呢？哎，我们叫绝药，叫绝药，绝药，好，用这样的方法呢，是属于是风水绝药，也就是风水三药之绝药，啊，要用八字。啊，八字来配合大门，啊，再以这个八字呢来配合他的床头，再以八字呢来配合这个灶炉，哎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绝药，啊，绝药。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大绝相啊，这是非常好的，那叫地药啊，叫地药，啊，地药。那么风水三药当中啊，风水三药当中呢，最高的就是地药，皇帝的地药，风水三药之地药。那么地药是什么呢？哎，地药啊，地药就是专属的啊，地药专属的就是一样啊，同样是大门啊，大门呢与座。啊，与座山啊，大门与座山，然后呢，再加，再等一下啊，放小一点啊，然后再加呢，再加这个啊，再加这个叫地药啊，这叫地药。那么这个呢是，房。门点一点啊，大门啊，床头啊，和象山，然后呢再加这个叫做地药啊，这叫地药。地药，那么这个讲啊，那这个呢是照相啊，啊，水，哎，不对，是不是水是出水？写错。出水，出家的出，出去的出啊，出水，哎，出水啊，好，出水，还有我们说的中门，中门是什么哈？中门就是中门所谓的中门的意思哈，中门的意思。啊，就是我们从客厅走去厨房那个门叫中门，
啊，叫中门，有些人连这个门都不知道。你不信的话，有时候你去看风水啊，哎，有一些朋友说，哎，我会风水啊，你说，哎，什么？哎，哪里是中门呢？他就不知道，他告诉你中门就是中心点的门，我的妈哟，这样就完蛋了，就是你跟他说再见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叫中门啊，中门啊，中门，和这个门。相啊，门相啊，门相啊，当然，我这边画这里了哈，再加上这个坤兆，再加上坤兆，这叫地曜啊，这叫地曜。所以，为什么这个叫绝曜呢？为什么这个叫绝曜？绝啊，就是一下子给你好啊，但是它不会永远给你好。它不会永远给你好，为什么说不会永远给你好呢？因为单单是以门为主啊，床为主，还有灶为主啊，所以风水三要里面啊，要小心，哎，要小心这个一种格局。那么一旦你不去注意的话，那就很麻烦。绝药呢是初级的时候用的，啊，现在这个呢，这个反而变初级了，这个反而变高级了，啊，那么地药，所以我经常看风水，我们用的就是啊，每个风水我们都会用风水地药，啊，风水地药。所以风水地要啊，你一定要建立在什么地方？一定要建立在什么地方？地啊，我们说地啊，地者龙也。为什么要用地啊？因为地就是代表龙，地者龙也啊，就代表龙。那么龙是什么呢？龙者，山也。啊，山者，震也。震者，震者宅也。是，啊。正宅之意也，啊，就是这样的意思了。所以记住了，为什么要用地曜啊？地者龙也，是代表龙的意思。龙是什么？龙是鹿。龙是什么？龙是水。龙是什么呢？龙是沙。哎，这是龙。啊，龙则山也。啊，龙则山也。那什么叫山呢？山者震也，就是坐山，啊，屋子找不到坐山了，那你一切都枉然，啊，都枉然，屋子无坐山，啊，事事都枉然，什么都没用，你要有坐山，那，啊，你这人家没有坐山了，还得了，啊，还得了，30多年前、40多年前，我都告诉大家了，坐山的重要，到现在，啊，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很多很多的这个风水啊，它自身没有办法保，啊，它自己没有办法保，啊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它本身自己坐山，它不知道嘛。啊，坐山很重要，因为什么呢？山者震也，啊，你不找到山，你怎么找到震呢？那震者宅也，就是真正的屋子，啊，那什么叫宅呢？啊，什么叫镇呢？啊，是镇宅之意也，就是要能够镇住我们的宅。所以，我们每次说，哎，镇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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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叫镇宅？啊，镇这个就是镇宅。啊，风水三要的最佳的要法就是地要，地要能镇宅。啊，我们说地要啊，叫做这样子啊，这个叫地要啊，地要。地要能怎么样呢？能，哎，能镇宅啊！地要能镇宅
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是非常好的。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，要跟我学风水，你要受得了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这位梁师傅是非常相信因果的人。你不相信因果，你别学风水，你别要浪费你的时间。所有在风水上，啊，风水是能够给我们风生水起的，啊，但是你一定要深信因果。深信因果的人，你跟他交朋友，你不怕啊，你有信心，你跟他交朋友，你完完全全啊，一点不用担心，真的，你真的完完全全就不用担心啊，跟大家说实话，是吧？好，所以这个叫三要啊，这是风水三要。来，那我们经常都说啊，好像这个门就叫白虎门啊，它开这个位置就叫白虎门，大家都知道哈，白虎门和青龙门。那么白虎门呢，哎，管财的啊，青龙门呢管人才的啊，管人才的，嗯。那么门啊一开啊，千万别看到这些，不要再看到门。门开见门啊是不好的，哎，门开见门是真不好啊，真不好，不是假不好，是真不好。这一点呢，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一定要记住。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啊，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说法，因为这个厕所是在这里的，有些人把它开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大家注意看啊，大家注意看，这里呢有5000多，看到吗？有5000多啊，这个有5000多，这个有4000。记住，我们的主人房最好呢能大过所有的房间，这在风水上是一个非常讲究的啊，非常的讲究。我们的主人房，那么这里呢是5000多方尺的，这个呢是4000方尺的，所以呢就要想办法，如果要把这边做主人房的话，你看 bedroom one bedroom two， 你看啊，那么如果要把这边做主人房的话呢，你就要主人房就要睡大一点的。那为什么不要干脆把这边啊做成一个主人房呢？也行啊，哎，也行啊，就直接在这边睡也行。就是主人房一定要大，一定要大啊，要记住。但是这里最大的问题呀，啊，这个叫连山门啊，他开门呢就见到了连山门，连山门的一个门、两个门、三个门，这个门叫中门啊，这叫中门。连山门一个门、两个门、三个门，好不好？当然就不好，当然就不好啊。这个是这样子的话呢，是保准就是泄财的。那很多人说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要敲敲打打吗？哎，那你可以不用敲敲打打，在这里呢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，啊，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比较省钱啦，啊，啊，也不用敲敲打打哈，也是比较省钱。好，比较啊，比较省钱的啊，比较省钱的一个方法，嗯，省钱啊，钱能省下来也是一件好事啊。来，我们用这个来告诉你啊，这个门第一呢开在这个位置啊，我画深一点啊 ，OK， 哎，开在这个位置啊，然后呢这样子开。就变成青龙门啊，就变成青龙门了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子开，嗯，我再用这个画一下啊，就这样，看到吗？嗯，要这样子看啊，黑水晶回来啊，太美了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美？哦，对对对，你就是为了黑水晶来的哈，没有睡啊，真的睡。然后呢，这个呢，啊，你就这样子，哎，这个铁门你就做一片的，铁门做一片啊，真的非常好。我跟大家说，大家真的可以考虑铁门做一片的铁门，有关当局也应该考虑一下做一片的铁门，啊，这样子，看到吗？哎。这个做一片，那么你一开门的时候，你看，一开门的时候啊，等举可以啊，他们就看不到咯，对不对？
就看不到了，哎，但是这个哈，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哈，就是你的门呢，如果有时候要打开的时候哈，比较麻烦，啊，比较麻烦，就是打开开着不要关哈，但是你开着哈，它也漏不出啊，漏不出这个气啊，这个是比较好的，挡住了，挡住。当然也有人不想要改门，哎，他想要改这个。那么如果你是要睡这一间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建议啊，因为这个哈，这个不是黑的哈，这个不是这种黑的，它是双层的，只是它比较蒙了啊，它比较蒙，比较蒙一点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建议啊，建议什么呢？哎，把它这里呢，啊，把它这里给封掉，我们建议啊，把这个给封掉。首先啊，但是如果你不要改门的话，这里也是有很多麻烦事要做的。如果你真的不想改门，对不对？他这边的的确确是有很多麻烦的东西要做的，啊，这个首先跟他封掉，封掉了之后呢，这里啊，这一间啊，就这样子吃进来，啊，就这样吃进来，吃进来了之后，把门呢开在这个地方，啊，把门开在这个地方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你们大概就懂啊。然后把这两个先把这个哈。啊，这个先除掉。好，我们，把这个除掉啊，然后也把这个原来的那个门啊拆掉。好，首先第一个呢就是。把这个门开在这个地方，解决第一个问题，啊，把门开在这个地方是解决第一个问题。所以我在看风水三四十年了，我特别的啊喜欢布阵，因为布阵啊，看风水不是这样看的啊，这边是财啊，这边是什么什么什么呢？风水它有一个阵法，啊，它要布一个阵法，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这么看。啊，那不是完蛋啊！随便看就完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啊，这边是那个墙壁啊，墙壁，然后这里呢推进来一点，因为如果你开在这里啊，怕这个门还是会看到嘛啊。你如果不想改门，你就用这个方法啊，教你这个方法，就是从这里，估计啊那个门是看不到的啊，然后从这边开一个门。哎，从这边开个门，然后这边跟它封掉，啊，这边跟它封掉，这样子啊，这样，这边就开一个门了，啊，那这边当然就是进口了，啊，这个就是进口，好，这样子的话哈，就非常的好，啊。这样就能够帮助啊，帮助。如果呢，这一间啊，想要再大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哈，这样子做。这个是墙壁，啊，这是墙壁，啊，这是橱柜，啊，这个是橱柜，放衣服的橱柜。然后这里呢，再做一个橱柜，啊，这里再做一个橱柜，啊，就是一举两得了，啊，这个也做一个橱柜。这样子啊，casement 的开的那种橱柜，我们放衣服的啦，啊，放衣服，啊，这个也可以这样做，啊，这样子做，啊，这样子，就变成了啊，这个橱柜就变成了是比较方便了，这样子画，啊，这样在风水上呢就不会有任何的门冲，而且呢也有隐私啊，非常的舒服。就这样子进去，这样子进去，也不会冲到厕所啊，什么厕所啊，什么都不会乱冲的。啊，至于说床头放那里就不知道了，要看情况啦。那这个你想要开一个，你这边呢，你想关起来开这边也没有问题啦。啊，它就不会有这种冲向。那么门呢，你就可以继续的保留啊。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，你的门就像以前这样了啊，就像以前这样，可以保留起来了。可以保留起来，啊，就不用去敲这个门，啊，就这样子，这个就是大门，
哎，大门，我们点点滴滴的哈，就是代表我们开门了，这样子，就进去，完全你看不到门了，这就是真正的一个风水的一个建议的方法。但是呢，还是会看到这里，还是会看到这里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首先呢，应该要这样子这个厨房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应该把这个呢给关起来，把它给关起来。那从哪里进去呢？很简单把这个关起来之后，这样子，关起来之后呢，这样子，把这里呢推进去，把这里呢推进去，来，那再把这个地方这样子的。推进去，把这个地方这样推进去，然后那个 entrance 可能再长一点点那么 entrance 就在这里，entrance 就在这里，你可以做一个，我不知道你要做怎么样的门，在你的厨房我就不知道你要做怎样的门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子。好，在风水上呢，这个呢就是完美的格局，一个很完美的格局。那么这个窗口最好客厅的窗口最好呢是做这样子开的。我建议大家你的客厅的窗口你还是做开的比较好。当然这里可以做开的也是很好的因为它的风很大，很舒服。很舒服。这个是最好是这样做，那你整间家就会很舒服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样子我是要把这个主人房这边弄得长一点、大一点这边就弄小一点爸爸妈妈住、孩子住漂亮。不要看风水，不要说这个是什么，一看而已舒服了，一看这样子就很舒服。从刚才和现在这样两个做比较的话，你这一间突然大了，突然你就觉得我的屋子忽然间大起来了，你会觉得，大了舒服，是不是？吃饭厅有了，门没有冲了我说过了，我说过很多遍了，如果发现到梁振觉走邪门了你们赶快离开，明白我意思吗？一个。做错事的人就快要判死刑了，中国是枪毙新加坡是吊死，没有枪毙，吊死就是判死刑就对了。一个人就快要判死刑了，你说他是不是做了很大很大的错？这肯定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人能没有人会说不是不是冤枉的，所以所有一切的审查与显示说他做了。错事了，他不应该去做这些事情，而他却去做了这些事情，那么怎么办？难道他在临死的时候就不能说，告诉我们说，哎，我们做人不能够怎么样，而我们做人应该要怎样？在人生当中，我们会有很多的怎样怎样，所以我们不应该这样这样。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，他这些话能不能听？绝对能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什么？人死了，人就快要死啊，其言也善了；鸟就快死呢，其言也哀。不是因为他犯错，他要判死刑，他的话就不能听，反而这些人说出来的话，他不会告诉你。杀人是对的，努力吧。他不会，他会告诉你他这一生当中所领悟的真正的道理。因为多2分钟他就要吊死了，多1个小时后他就要挂了，他就要死了。他跟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要好好的吸收。当然，他如果说杀人放火 very good 大家一定要见，你看我死我不后悔我第一，很不可能会有人说这些话。第二，他说这些话，你也应该知道可以不可以学，可以不可以听嘛，对不对？但是100%不会，100%会告诉你，
我们人啊，不应该再走这样的路，我们人应该要回头。如果真的让我有一个机会重来，我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情。生命是重要的，老婆好好照顾你自己啊，孩子们好好的，不要学爸爸啊。这些话难道是不能听的话吗？因为他要判死刑，所以他不能听，我们不能听他讲话，不对。所以大家的耳朵是智慧的耳朵，我们叫做什么叫聪明？耳聪目明叫聪明。你耳聪不聪啊？什么叫聪不聪呢？就是一听就明白叫聪啊，不讲到点你也能明白，能够会出他的意，那叫做啊真正的聪啊。明呢，明一定是目明，不是耳朵，一定是眼睛，叫耳聪目明，叫聪明。聪明可以随便乱说的。哎呀，你真聪明！有些孩子，来来来，把水拿给我。哎，真聪明。他聪明在什么地方？就把那杯水拿给你，叫聪明啊，对不对？他拿这杯水给你的时候，再拿一张纸巾给你，才能叫做聪明。聪明这两个字不可以乱用。你不可以看到孩子来聪明，来写 A。写 B 写 C， 哎，真聪明！你就写 A B C 吗？你不是教他写 A B C 吗？对不对？啊，对吗？那他写了 A B C， 写了 A B C， 写了 A B C。明天呢，他拿一张纸，又在那边写 A B C。你可以说他聪明啊，考一考他。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来再拿一张纸给他。来，今天我们学了什么呢 ？A B C， 聪明。对了，这就叫聪明。啊，所以耳聪目明叫聪明啊，要记住啊，也别把它给乱用了啊，把它乱用了那就惨了，对不对？山药记住啊，不要学绝药啊，不要学绝药啊，这个也是绝药，所以这个绝和这个绝很多人分不清啊，很多人分不清，我们这个有意识的啊，有意识的叫不绝则绝矣，你不觉悟啊。那你就绝命了啊，此绝非彼绝，这是山药里面的最重要的地方，此绝非彼绝，这个绝和这个绝是同音但不是同字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靠我们的眼睛去看，而不是靠耳朵去听。风水最重要，我们叫做看风水，我们不叫听风水。风水是100%的要去试，要去看啊，此绝非彼绝啊，那当然最高的就是地药啊，地药风水三药之地药啊，这个有古书就知道，有如果是新的书本，那你肯定就不懂，你就肯定不知道啊，就肯定不知道，而且这个要衣钵传授啊，衣钵传授你才会懂